哎呀，就是我其他哥们玩乐队，他买了个型号叫800还是什么什么那个型号，半封闭的一个，他，然后他就把他之前我帮他买那个索尼给卖了，用这个贝雅，我这么牛吗？然后我就拿来听了一下，属实不错，很舒服，时间戴时间长，太阳穴不疼，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产品特别好。1990太牛了，1990它特别像个音箱，在你耳朵旁边的一对音箱特别像，它特别，你跟戴上它的感受很不像那种戴耳机的感受，它跟特别接近于两监听音箱来做混，它很有那种感觉，就跟一般耳机完全相反的感觉，就是不像别的耳机戴上以后会让你感觉到啊脑海里是那种感觉很挤压很难受，比如说你戴别的牌子耳机，也许有缩混的时候。你能戴，比如说，你能缩一个小时，你戴这个能也许缩俩小时，就差不多这意思。但是建议缩混的时候不要缩俩小时，缩俩小时容易耳朵疲劳，听得不准，第二天发现跟狗屎一样子。对，是这意思。录音肯定要封闭啊，要不然串音很严重。所以1770录音，我一般用那个录，然后唱的时候就监听反馈自己的声音很舒服。我是录唱的时候用那个，然后平时在家做歌的时候，有时候怕吵人或者怎样的，或者出去巡演的时候，路上带个这个很方便，很方便，很方便，因为它极其接近，就是音箱的那种试听，特别舒服。对，建议做编曲的哈，来一款1990，建议还学录音的来一款1770，对。